他没有去饭店找你放你鸽子，你还不懂？你被甩了。你如果再说我被甩，我马上跟你翻脸。我是夏薇的前女友。他已经不爱你了，我劝你早点死心吧。我现在自己都不相信爱情了，怎么教别人谈恋爱？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只不过是几句话的简讯，应该比写一本小说还简单吧。你明明知道头期款是我付，贷款也是我缴，你为什么把钱给他？我要他把钱都给吐出来。先跟莫克伟碰面之后，心情不太好。他只是我的普通朋友，不可能会影响我什么的。他们真的是普通朋友吗？真的对不起。沉睡六思醉终回。写的实在是太好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一起走出失恋，迎向新的人生，一起重新振作。原来你也失恋了，你是因为这样写不出小说结局哦？哎，你吵死了！我真的不敢相信你会选上这种男人，你却不选我吗？来来来，来个爱的抱抱。